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今天早上过来先看一下这个电池啊，这个电池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这个喇叭，这个喇叭停在这儿，按这个，停在这儿按就响，跑起来按就不响。然后我拿这个表量了一下，下边加了个打铁，然后我感觉我量的这个方向管柱这里边这个打铁不行啊，这是二极管挡，这个有阻值，这是电阻挡，这个方向管柱跟打铁没有直通啊，很奇怪，有时候响有时候就不响，看看这个打铁。这个车我现在把这个方向盘拆下来了，它这个外边壳子什么都有打铁，就是中间这个管柱中间这儿打铁不良，这东西的话比较麻烦啊。它打铁是靠中间的轴承传过来的吧，因为它中间一直在转，然后传到下边，传到方向机里边，反正这比较麻烦了、啊、打铁不良，这要是想接个打铁接到里边的话，这也不好弄啊，它一直在转这个方向盘管住。再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再来看一看这个福特，这个蒙迪欧，这个漏电的这个，跳到30多20多，它这个电流总是稳定不下来，降到16、17、15，然后一会儿又跳到30多14了。先看一眼这个，16、15，又跳到20多，它这个电流总是稳定不下来啊。机盖锁这给它拿个线短接了，然后门也都锁着呢，开着门把这个锁块锁上了，这个也没有那个那门上面那个触点开关也没有。金钊，你在干嘛呢？这个拔升级啊。拔了吗？正拔了。拔了收音机看看。这个蒙迪欧这个漏电的这个，我在这儿又观察了一会儿了，拔了一下保险。它现在是10几毫安，不再往上跳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会儿就跳一下20多。现在是不往下跳了，我把这个拔了。这个在这儿有个5安的保险。再观察观察看看。是不往上跳了，把这个插上看看。插在这儿的。一插这个就上去了。我没插紧，插上这个它慢慢下来，慢慢下来，然后又跳上去。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没插紧，看它往上跳呗。它就往上跳。跳到20多又下来，我现在把它拔了它。我在这观察了有一会儿了，好像拔了它它就不跳了，它就不往上跳了，慢慢的降下来。
确实扒了它，它就不往上跳了。这个 F36 这个五安的，这是个什么保险？阅读灯吗？我查一查那个是个什么保险，再查一查它的线路。我把这个保险，这个五安的保险拔了它了，观察了有一会儿，这个表它不往那个二十几上面跳了，还可以，就是14、15、16一直在这动，它不往那个二十多上跳了。这个保险的话是这个 F36。这是让查说明书的，我搜了一下，那个网上边说这个保险是一个 ABS 的保险，五安的 ABS 的。一会儿我接上电，拔了这个保险，看看是不是 ABS 的亮灯，看看是不是 ABS 的保险，再想想办法，看这个怎么给它处理一下。反正拔了这个保险，它就不跳了。我现在把这个搭铁线装上了，然后没有插着这个五安的这个保险，这个小保险，现在打一下车看看是个什么情况，看验证一下它到底是不是 ABS 的保险，然后拔了它看有什么症状呗，想办法看，要是没什么事的，我看能不能接上，把它接一个那个钥匙门控制的那个火线，先试一下。我操，打不着啊，这个拔了，这个保险拔了打不着啊，再打一下试试。没启动了，拔了这个没启动了，被动防盗系统已启动，这不是 ABS 的，看来这是个防盗的。先插上它看看，完了，这样弄一下会不会彻底打不着了，不会还要解防盗吧。插上它就打着了，不插打不着，这怎么办？现在打着车，我拔一下它，看看它会不会熄火。这个，拔了也不会熄火。这就是个防盗保险，这个东西我看它是长活吗，先灭了车。这个保险它本来是插这边的，我量了一下这边这个空井，这个是开钥匙门来电的，然后这边是控制线，我把这边掐通了，然后给它插到这两个插到一起，我再试一下看能不能打着车啊，看这样给它改动一下看行不行，这样它那个上面的保险的电就成了一个开钥匙门控制的了。打一下看能不能打着，可以打着了，可以打着的话，这东西它本来是长火控制的，现在给它一个钥匙门控制来电的，这样不知道对它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影响，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，但是因为它这个车也不经常开啊，先试试吧，我再测测看还漏电呗，不漏电了就让它这样用几天，它估计开回去也是停在那儿也不用，再量一量。我现在又在这测这个电漏电流，现在
看着还可以啊，十四十五这样跳，它不会往那个二十几上面跳了。对，这个是那个保险给它插到这边来了，这样也能打着车。先测一下，等一会儿看还跳不跳，不跳的话也得再试试看看到底行不行啊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他这个就这么着吧，把这个给他接上，给他充充电算了，看看电流是没事的，电流是没事的。这一会儿得来看看这个车，这是个啥，这是个捷达宝来，应该是个宝来。这个车也是漏电，也是让查漏电的，是吧？这个电瓶都负极都拆下来了。这个车我们是不是初步判断了一下，它装的那个里边那个行车记录仪啊，停车监控，停着车一直在耗电。这个也是换了新电瓶，放一个星期就没电了。这得查一查，看是不是那个行车记录仪24小时监控用着电，还是有别的地方，我估计就是那个，先查一查吧。这个宝来还可以啊，这个是它这个记录仪一直工作着呢，就是长火线，也不能说工作着吧，它是停车监控，它这个只有0.004啊，这个应该是不漏电的。这是接上这个表之后，然后锁上车，它表噔噔噔下来之后就是0.004安了，这个应该是没事的，给它充充电，可能是它操作不当，电池用完电了，给它充充电了。